啊，肚包羊脑。哎，这么贵的东西就一口一个呀？啊，这一个得40-50。你有病啊！我拿走直播吃吧。你给我滚！直播吃，我去吃白虾了。肚包肉。这是肚包肉。这个爆辣窑鸡，
是个我们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的特色水煮灌肠。配上辣白菜。这个头嚼不烂，
来了，麻酱肥牛。来上那么一大碗，烧肉配点大米饭，吃点家常便饭吧，来上一块肉吧。这猪皮好黏。
这个猪皮子有点豁嗓子。我的妈呀，这个皮真的，肯定该有人说我浪费了。哼，真心弄不动。哎，嗯，不用按暂停。不用按暂停。吃饱了。